就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。那请三跟四组务必要留户外区做等候。那你这样再低一点，差不多这样。好，对啊，拍录了哈。对。那有关第一组的赛事成绩，我们将会公布在我们入口那边有一个赛事成绩表，有需要观看的观众或是选手可以前往。而且安全带。现在即将进行是我们第二组的北区预赛，我们的鱼又开始飘了。再次提醒所有选手，天雨路滑，希望你们今天以安全为第一优先。我们进行是八分钟百最速单圈定制彩排位赛，所以可以在前几圈中先适应一下场地，不要急。我相信各位就像熟练的场地啊。
要的话，可以打开你的智慧型手机搜寻。那请我按长按住，谢谢。有非常非常好玩的小游戏可以下载。